热烈地欢迎马德罗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。这是你担任总统以来第五次访华，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和委内瑞拉兄弟般的友情。中国和委内瑞拉是相互信赖的好朋友，共同发展的好伙伴。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发展同委内瑞拉关系，将一如既往坚定支持美方维护国家主权、民族尊严、社会稳定的努力，坚定支持美方反对外部干涉的正义事宜。我很高兴。 同你一道宣布将中美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。明年是两国建交50周年，我愿同你一道为中美关系发展擘画蓝图，巩固和深化两国各领域合作。 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，也为世界和平和发展注入更多的正能量。